你要我帮你打开吗？不用，行，我要自己开。噔噔噔噔，哎，又你怎么这样？操呀！你怎么干着我糖吃？直接开啊！但我长得太奇怪了。健身房穿搭，穿一件 Under Armour Green Nike， 然后我要吃运动的。小飞侠骑车车，这是本来送给我的那个毛巾。港式餐厅，我点的是双拼烧鸭，还有奶黄包。那我们这样子可以吗？一二。你觉得你决定好吗？烧肉有炸过，还蛮好吃。上面。有啊。我都没有看见你是刚吃天才买到的蜂蜜蛋糕，长崎蜂蜜蛋糕，哇哦，好厚实哟、哦，文怡。其实没有很好吃，它中间这边是有点松软松软的，很像一般的面包。更多蜂蜜蛋糕都是中间很紧实，然后蜂蜜味很重。Yes， 这个蜂蜜味蛮淡的，还好。大家早安，现在要来吃一间圣食咖喱，然后等一下去采草莓。超多人的，就是这间。好可爱的菜单，它感觉跟认识很像。就是一样是这几种，然后还有烤饼跟印度奶茶，而且这个位置好可爱啊！二楼只有我们哎、欸，好赞哦！有自己东西，坐着很可爱、欸，然后变成员工桌。这店我觉得已经超越认识了，可是它感觉是跟认识差不多，差不多的经营方式。就是比较文青一点，然后印度风味比较少一点，整家店的装潢是偏向文青的那种。我的来了，这个是他们的招牌，然后加鸡肉跟奶茶，超级无敌可爱，真的已经引认识了啦。这个是克什米尔牛肉，还用这个很可爱的小碗，还有 cheese 烤饼耶，还有巧克力烤饼还没来。好赞哦！
巧克力烤饼，你觉得跟认识有什么差别？上面有巧克力块，感觉那个果超多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认识好吃，它的烤饼比较大众能接受。草莓世界到了，好赞哦！这坛子好大一片，采草莓，风超级大。这个草莓世界的招牌，这边都还是小小的草莓，还在长，好可爱哦。高架区，草莓都是高高的，不用蹲下来采。禁止边采边吃。这边的草莓蛮小的，怎么那么小粒？这一颗是可以的草莓啊，这颗嘞？那还没熟。还没熟的草莓，我第一次采草莓。这个花是这边的。真的假的？哦，那你赶快剪第一颗。你剪呢？剪哪里？这里哦。然后我们剪那么低，高一点。这是我这辈子采的第一颗草莓，纪念一下。我真的没有采过草莓哦，然后都不知道草莓要怎么选。他说是可以选这种形状的。假动作，这个是太熟了，然后他刚刚自己掉下去，自己落地的草莓。我们采老半天，只采四个。高标准采草莓，现在来到了低价区，要蹲着采的草莓，感觉要蹲着采的草莓比较正常。两个不同品种的草莓，我们刚刚只采了四颗，采了老半天。直接蹴网走路，我离网还有短距离。目前一个小时的进度已经不知道这样多少钱了，一斤260，这样子不知道多少。然后这一颗我刚刚采的，不是我采的，这颗超好笑的，超畸形。其实今天没有很多人，应该是说草莓人蛮大的，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。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要预约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采过草莓，不知道等一下会多少钱呢？希望不要超过260，而且我也吃不完。100块。真的吗？看到资料，五号有活动，才2天的三天，可以要你的平面。男的重量都有扣掉了。198，它还有草莓冰沙、草莓牛奶、草莓冰淇淋、双情，还有这个草莓贡丸汤，是什么鬼？那来买个草莓双淇淋看看。草莓双淇淋，还有我们的草莓。超浓的草莓。你自己的。陈特助，这边是他的 ice tea 了吗？太 草莓，好多、哦。今天真的超爆冷，感觉就像寒流。
然后我已经买好了我的卤味。我今天看很多 vlog， 然后都在煮饭，然后我就超想吃卤味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快迟到，我剩十分钟可以吃饭了。那这礼拜 vlog 就先到这边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